这应该是南瓜汤。你要喝可乐还是喝啤酒？可乐。没有的。Thank you.
换啊，主持人这位大姐吗？对对对。
们要自由活动哦。然后那按摩的人就是八点钟就是在大厅集合，好吗？好 ，OK。想拍照就留下来穿古装拍拍照，这样哈。对，好。Hello。跳舞啊！太多了。
这你有吃过吗？都有吃过，不好吃。不是，我是说这个拿起来汤匙放这边。可以的。不，你整盘给他，你就把汤匙放这边，整盘给他。你看我嘛无食。Thank you.
腐乳，豆腐乳吗？豆腐吧，啊，豆腐啦，还是豆腐。他很乖耶，乖耶。那我今天去改好了。你这个男的，这个女的。Oh.